军队训练中大量的队列练习和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一样，是中国军队的传统。这些消耗军人时间和精力的传统意义何在？中共军队各级将校每年也没完没了的到下属军营进行军备检查，但是查什么呢？居然主要是看士兵队列操练水平是不是像仪仗队那么整齐划一，被子有没有叠的像豆腐块一样干净利索，以及军营角角落落有没有灰尘。 所有这些标准都是世界各国军队没有，而只有中共军队独有。士兵为了达到上级要求的水平，常年累月把主要精力用在操练、叠被子、擦墙角灰尘。凡是被共产党军训过的学生和囚徒都知道，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是多么困难，有时候花几个小时也不能叠成豆腐块。除了这些变态的检查，真正评分论奖的标准。 还取决于该支部队头目跟主管将官的利益密切程度，以及他们怎样招待检查团。因为检查团其实是勒索团，除了好酒好菜，还要红包，甚至还要女文工团员伺候。像中共这样腐朽荒诞的军队，怎么能够打仗？所以，我们不要看共军经常咋咋呼呼，一会儿要占领南海，一会儿要夺取钓鱼岛，一会儿要攻打台湾，统统都是讹诈。 也为中共军队腐朽无比，一旦到了战场上，根本没有战斗力。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称，要打击军队内部的虚假作战能力，中共媒体不敢公开报道。然而，近期中共军网报道的一些军队训练内容，却实实在在的印证了虚假作战能力。导弹发射架下搞政治学习。三月二十一日，中共军网报道。 火箭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。文章描述：三月中旬，火箭军某旅一场专攻精练结束不久，参训官兵就围坐在导弹发射架下学习两会精神。某人说：“始终确保绝对忠诚、绝对纯洁、绝对可靠，用圣战行动书写。”中共军网没有报道该旅的训练情况，却专门描写政治学习，重点强调忠诚和圣战。 这恰恰证实，中共火箭军遭到整肃，不但有忠诚问题，还有怯战问题。近期，中共军网关于火箭军的报道较少，并回避了正常训练内容，而主要宣传表中，在导弹发射架下搞政治学习的，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共军队，朝鲜可能都不会这样做。三月二十七日，中共军网报道，火箭军某旅坚持战斗力标准，精准帮建基层。 五十七项帮建清单，战字当头。文章描述：前不久，火箭军某旅党委调研组来到某营调研，召开一战一训会，组训一锅煮，很多老兵吃不饱，部分新兵吃不下。抗干扰预案不够完善，通信恢复耗时过长，直指训练中的问题不足。中共军队整肃后，习近平提出了党委领战领训的要求，火箭军高级将领们遭殃，政工干部们找到了机会。 不懂装懂地对训练一番指责后，专业军官们应该不敢辩解，何况问题很可能真实存在。政工干部们要以此制服那些可能不服气的官兵，无意中泄露了训练实情。火箭军中下层的整肃应该还在进行，据称不少官兵提出退役。火箭军的战力不大可能提升，更可能下降。原本的虚假作战能力恐怕更虚了。防空导弹部队训练泄露的真相。 一月九日，中共军网报道，中部战区空军某营定期召开战训联席会，共研战训问题。文章描述，中部战区空军某营正在召开战训联席会。今天的训练中，装备车通信出现异常，高振宇迅速启动应急方案。关于解决发射车地线连接操作繁琐的问题，我们创客团队有新想法。创客团队负责人朱鹏宇接过话茬：“某型方舱构造复杂。” 线路繁多，一旦出现故障，容易影响战斗进程。为缩短故障排除时间，朱鹏宇带领创客团队认真研究线缆连,连接情况，有效提升故障定位效率。所谓的方舱应是指一组防空导弹发射器的指挥舱。文章想吹嘘某营的故障排除能力，却透露了故障频发的真相，还称某型方舱构造复杂，线路繁多，一旦出现故障，容易影响战斗进程。 中共主要仿制俄罗斯的防空导弹，质量欠佳，故障排除没有通用处理程序，一线部队只能自己摸索故障处理方法。中共军队距离专业化、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一月十七日，中共军网报道，这个导弹营换装不久就勇夺金盾牌的秘诀就是。文章描述，吉子林慌了，看着眼前那一大摞比字典还厚的学习教材，中专学历的他直挠头。 回想学习新装备时自己的窘迫，北部战区空军某地空导弹营三级军士长吉子林记忆犹新。从最基本的串联并联电路开始学起，他甚至打电话找到学生时代的物理老师求教。中共导弹营里的中专学历人才应该并不多，却连最基本的串联并联电路还要从头学起，这些高中生应该都懂。此人只能靠自学，最后还得了金盾牌。 暴露了中共防空导弹部队人才极度短缺的事实，文章却称之为“心智战斗力”。中共陆军装备的真实水平。二月二十九日，中共军网报道：一级军士长杨增军心向战场，为铁甲保驾护航。文章描述：新疆军区某部修理间内，一级军士长杨增军正在排除某型装备火控系统故障。他还多次利用休假时间到工厂和院校拜师学艺。 入伍时文化程度不高的杨增军，先后取得计算机、钳工、军械、火炮等专业的高级以上等级证书。中共军王想吹嘘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一级军事长，他拿到了各种高级证书，似乎很突出。然而，这也表明中共陆军装备修理人才严重短缺。一个人要兼这么多技能岗位，当然也可能所谓的高级证书并不真高级。 某型装备火控系统故障难倒了他，还得用休假时间才能去学习。难道平时要修理的装备太多，或别人都不会，全指望他一个人？文章还描述某新型车载榴弹炮配发部队后，杨增军拿着说明书逐字逐句学习，总结梳理出血管修等一套技术方法，编写了二十余万字的配套教材。某次实兵对抗演习中，一门高炮连射时突发故障。 杨增军很快便精准判定了故障原因。中共陆军的火炮和高炮屡出故障，厂家的说明书不管用，只能由一线部队自行研究修理，还自己编教材。这本不是应该吹嘘的故事，反映出中共陆军装备质量较差，装备管理维护体系存在严重缺陷。文章又描述，军事小谢自认为经过专业院校培训，理论知识丰富。 但参加了几次比武，均未获得理想成绩。杨增军了解情况后，针对小谢专业基础理论强、实际动手能力弱的情况，不厌其烦的讲解要领、纠正动作。中共军队专业院校培训的军事实际动手能力弱，还得文化程度不高的军事长传授，完全颠倒。院校教学水平低，不能向一线部队输送急需的人才。故障不断，忙于抢修。 二月二十一日，中共军网报道：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高级军事杨东，无论啥工作干就干好。文章描述：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一场陆空对抗训练拉开帷幕，这时一个通信数据链突发故障，一个皮肤黝黑、身材健硕的老兵冲进机房，开始检查通信线路，数据链重新连接。关键时刻还得看杨东，故障成功排除。 在场官兵松了一口气。该旅某连三级军士长杨东多次在重要演训任务中化险为夷，他反复试验、调试改进，使该连同类型装备故障发生率大幅降低。中共陆军的机械装备常有故障，电子通信设备故障同样不少。文章还描述，十七年前刚从警卫专业转岗到通信专业时，杨东也有过躺平的想法，自己是半路出家，慢慢学吧。 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。一次任务值班，通信系统突然中断，此时机房内只有杨东一人，一下就懵了。从那以后，杨东一改往日的懈怠，在短短两年时间内，杨东就成长为单位的通信骨干。一个半路出家的转岗警卫，两年就成了通信骨干，还一干就是十七年，应该无人能取代。 前面宣传的文化程度不高的一级军士长也要懂各种修理技能，中共陆军装备的质量和官兵整体素质可见一斑。二月十九日，中共军网报道，陆军某团加强驾驶员队伍培养，提升自主抢修能力。文章描述，陆军某团一场夜间综合训练拉开帷幕，五号车发生故障，请求靠边检修。不一会，对讲机再次传来五号车的报告。 故障已排除，远程机动过程中，单靠一支修理分队很难及时保障每一辆车，因此我们要求驾驶员做到驾修双能。专职的修理分队很难及时保障每一辆车，表明车辆故障率较高，只好要求驾驶员驾修双能。这同样不是该吹嘘的故事，而是无语的尴尬。文章还描述一次山地长距离机动训练中，一辆运输车右前轮爆胎。 一次轴承松脱，驾驶员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动手，感觉无碍后便匆忙发动车辆追赶车队。然而，这样的处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。没过多久，轴承就因耦合不严出现了更严重的故障，只能坐等救援，拖慢了整个车队的行进速度。驾驶员只能应付一些常见小故障，更大的质量问题自然处理不了。中共若冒险开战，陆军开进沿途。 估计会有不少趴窝的车辆。文章给出的解决办法是：不想在战场上掉链子，就必须提升驾驶员自主抢修能力。看来中共军队只能接受装备质量差的现实。政工干部上阵指挥部队。二月二十三日，中共军网报道：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着力锻造过硬政治干部队伍。文章描述。 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一场合成营进攻训练在皖东某地打响，指挥车被敌炮火覆盖，营长被判阵亡。紧急时刻，该营教导员立即接替指挥。一次阵地攻坚战中，他临时担任左翼梯队指挥员，策应中路主攻。由于指挥失误，导致左翼梯队行动迟缓，未能及时给中路提供火力支援，战斗行动被判失败。这次失利让该旅领导意识到。 政治干部必须能文能武，指挥打仗既是职责所系，也是增加战场胜算的要求。营长阵亡，应由副营长接替指挥；如果没有，可以选拔一名连长或参谋接替。但中共的教导员却上阵了。之前的训练已经证明他缺乏军事素养，但旅领导却偏要把政工干部放到指挥位置。中共东部战区第七十二集团军合成营是对台作战主力。 如此荒唐的训练却真实发生了，政工干部越俎代庖上阵指挥，到了战场上能否增加胜算，恐怕不言而喻。一月二十九日，中共军网报道：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距离,离破解突出难题，着力提升党委领战能力。文章描述：第七十二集团军某陆航旅组织党委一战一训会，一名党委常委围绕海上联合作战课题分享最新成果。 提升党委一战一训质效，切实扛起领导备战打仗的政治责任。习近平不信任中共军队的军官们，不仅让政工干部加大监视，还让政工干部直接领军打仗。七十二集团军马上紧跟。现任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曾担任东部战区司令，他了解部队的真实战力，也是习近平的心腹，才敢挑明虚假作战能力。中共军网报道的各军种训练一一印证。 中共军委和各级军官们对此都心知肚明，他们真愿意开战吗、啊？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，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。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，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。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，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三十四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 另外，人参皂苷 R A、R F、R G 三、R H 二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针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 G 三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。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，是红参的六倍多，是白参的十六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RMB 二零二四，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